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潘汝，欢迎收看潘汝谈新儒家的第四集。今天开始呢，我要把我去年到今年所写的一系列推特跟大家重复一遍，因为我们很多管友他不上推，所以我要把这个我觉得我写的比较重要的，在推特上已经重复播出过多次，叫潘汝谈孔丘的120推，第一版呢是100推，我在第二版之后呢改成了120推，那现在是第四版，我刚刚在8月19号修订过，所以呢这个新的版本呢我自己感觉还是有一些亮点，所以我现在拿出来也作为我谈新儒家的一个开篇，然后请各位看官来判断一下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地方说错了也请各位多多包涵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好，谢谢大家。那我今天呢是讲潘汝谈孔丘，就是孔丘与儒教的120推的第一部分，因为是120推，我打算一集来读个15推，稍作评论然后总结。好，那我开始讲了啊。第一推讲孔丘的出身是名不正言不顺。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祖前551年，周宁王21年，他有9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一个呢哥哥，但是他的哥哥呢有残疾，所以他的父亲叔梁启72岁娶了纳了18岁的颜真为妾，而且不是第一个妾，是第三个妾，因为他们的婚姻呢是不合理制，被史书称为野合，因为当时是宗法社会，所以这个孔家这个一大家族也没有承认他父亲的这个婚姻和他母亲的这个婚姻啊，所以他们是野地苟合，然后有了孔丘。所以孔丘呢就是他父亲缺牙老瘤啃嫩草的一个结果，他父亲是这样叫中国人说的叫什么来着，是吧，祖师爷。他们苟合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爱情，也是为了传宗接代来产生这个男性继承人的目的，所以孔丘自出生就没有自然法层面的合法性啊，他是一个宗法伦理的结果，他最自己最喜欢的是伦理而不是爱情的结晶啊，这个我们注意了，这是第一推。第二推呢是他的父母的婚姻决定了他五行缺爹啊，因为他父亲去世很早，他又排行老二，史称孔老二。他幼年丧父，他父亲出生的时候他父亲七多了，那个时候就是高龄了，使得孔丘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文学青年不做，他要去当粉红，要歌颂权力，他却去找基孙氏找官做啊，所以他是帮助当局维稳的五毛党的创始人。那么后来他找鲁定公做了掌管农业的大司寇，说错了，掌管刑法的大司寇，我改一下。他当大司寇之后是以消灭言论自由为己任，干了一件什么事情，把抢他学生的邵正宝给杀了。好，除了他当粉红之外，他还做什么自干武，他也是自干武的祖师爷。第三推，孔丘是自干武的祖师爷。中年的孔丘在体制内好好的公务员不当，他非要自带干粮去周游列国，推销他的12个字的纲常伦理。哪12个字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样一个维稳体制。他要的是什么？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孔丘的东西当局为什么一直很喜欢？因为要稳定。其实我们知道，由于他的宗法伦理产生的这个王朝循环，天朝并不稳定，我在这次直播的时候我讲了为何中国社会总是周期崩溃，它的人口灭绝也是世界上最多的，跟这个伦理有关，跟这个维稳有关。
那孔丘他希望的是让那些诸侯们老老实实的去跪舔周王室，他要回到西周早期的那个什么，周礼健全的时候，他认为现在是礼崩乐坏，甚至他想回到那个传说中上古的什么尧舜时期。尧舜有没有我们知道，但是尧舜是什么？传说中的圣君。就孔丘一听到这个就立马鸡血了，啊！但是我们知道结果，男命乱，诸侯们不买他的账啊。他去了很多国家，我在前两集讲过，但他一般情况都被扫地出门，连粮食都不给，所以他饥寒交迫，上顿没下顿，颠沛流离。史书称孔丘如同丧家之犬，《史记》上也有战国上游。那么虽然说诸侯不待见孔丘，但是我们看第四退。孔丘是具备阿 Q 精神的，他是阿 Q 精神的主事业，他以为自己什么呀？姓纪，所以你知道他去找谁了，是吧？找周天子。这个事情说起来话长，有一次孔丘去见鲁昭公的权臣纪春氏，这个纪春氏这个王八蛋在后院里面看跳舞，他看着跳舞的规格不让孔丘满意，孔丘就跳起来说了。七个字嘛，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什么？因为那个纪春氏他用的是八佾的文工团，我讲过了啊，横排八个，竖排八个，64个人，这个规格只能周敬王用。你一个大夫敢用周王室的八佾，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孔丘跳起来了，所以他官做不了了，在鲁国混不下去了。为什么？纪春氏是权臣，你得罪了权臣，你还想混啊？走吧。所以他就周游列国，也没有找到卖家，他只好去孤注一掷去洛邑见周天子。这个我讲过了啊，周天子肯定没有见他，还派了一个人来教训他。有没有打耳光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派人教训他。你也配姓纪？你也敢姓纪？扫地出门。所以孔丘也是 IQ 精神的祖师爷。我们知道鲁迅写 IQ 是100年前。但是孔丘他作为阿 Q 已经是2500年前的事情了，就中国的这种国民性，他一直有阿 Q 的这种精神。我觉得谁总结的最好，就是林语堂先生讲，在《五国与五民》的提到的这个中国人那个精神，动物世界也找不到，他身处最底层，他却考虑的是奴隶主的利益。听过这个吧？我觉得这个是孔丘的这套。比较叫就是比较这个叫怎么说呢？叫自干五的这阿 Q 精神是有关系的。他的伦理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叫跪舔皇上的这种意图，跪舔权贵的这种意图。好，那么第五个 K 呢是权力崇拜的祖师爷，在孔丘的视野之中，权力即为真理，稳定压倒一切。哪怕满地鲜血，哪怕饿殍满地，都没有办法让孔丘满意。孔丘需要的是稳定，他不管死多少人，他要的是稳定。所以，只有回到西周早期的周礼健全和或者上古时期的尧舜，他才觉得满满的正能量，伟光正，高大上。不仅如此呢，孔丘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这样一个教育目标。啊，他不是说是作为教育一样吗？他提出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做官。所以从此之后啊，这个，哲学、科学、美学、形而上、逻辑，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这个跟中国人没有关系了，你明白了吧？所以跪舔权力、为权力服务，是所有华夏人的共同目标、共同的人生理想。跪舔权力成为儒生们的人生理想。第六个是中国逻辑的祖师爷。什么叫中国逻辑？这个是易中天为韩寒总结的，重复一遍：一问态度，不问事实；二问动机，不问是非；三问亲疏，不问道理。所以，孔丘及儒生所提倡的"权力即真理"，"鸟大为王"。权力崇拜、宗法专制、伦理捆绑、思想阉割等等措施手段，
让华夏2500年以来处于人类社会的萌动状态、萌昧状态，王朝循环，血流成河，义子相识，义愤相识，无尽黑暗。有一句话叫“苍天不生孔融泥”，所谓什么黑漫漫，其实他这个话说反了。就因为苍天生了这个孔融泥，致使华夏进入地狱，完全讲反。如果你不同我的意见啊，不同意我的意见，还是那句话，我在馆上等你，请你用文明的语言反驳我。接着，第七点，孔丘是洗脑教育的祖师爷。孔丘在《论语》中提倡“有教无类，知之为知之，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想想多邪恶啊！我们要告诉老百姓，让他们割肉，但是不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让他们割肉，要让他们做炮灰，但是我们不要告诉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当炮灰。这就是共产党以及历朝历代政府愚民的一个手段嘛，是吧？有道治军，务在弱民嘛。所以这个孔丘的这套东西是配合当权者维稳的一种教育思路。孔丘只拿出了当局培养跪舔奴才的这种教育大纲，当然深受历代专制统治者的喜爱了。不但是喜爱，而且成为科举考试的怎么样核心内容。然后这个科举考试的内容不断的阉割，啊，隋唐还考六艺，还考射箭，宋朝还考这个诗歌，到了明清就是八股文了，什么都没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文学、哲学、审美，是吧？音乐都跟中国的教育无关了。第八，重男轻女的始作俑者，孔丘提出的"夫为妻纲"作为家庭伦理的基础，我们要注意"纲"在孔丘的眼里不是提纲，不是写作文的提纲。是什么？绝对真理。刚在孔丘这边叫圣经地位，所以用此搭建的这样一个家庭专制的伦理社会，把天朝女性打入18层地狱，长达2500年。孔丘之后，女性就没地位了，到现在没翻身呢。我们知道，在西周早期有一本成书于公元前9世纪、10世纪的诗歌编辑，叫《诗经》。其实殷实孔丘没有怎么改的，其他都是他改过的。凡是孔丘改过的，都是可以扔垃圾箱的东西。所以天朝只有一本《诗经》可以看看。有的那个讲自由恋爱的，朗朗上口，是吧？关雎还记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还有这个鹿也有死君，还有好多，它都是描写男女爱情。而且是非常的浪漫，那个时候还没有宗法关系，一旦宗法关系，天上人就没有爱情了，为什么？全部是父母包办婚姻，你还有自由恋爱吗？没有。所以我讲的，在古代传统社会，天朝是没有自由恋爱的，现在呢也没有，现在婚姻是交易，所有的东西都有，唯独婚姻的基础爱情没有，所以他们是一次性交易，你怎么断绝都可以。所以从此之后啊，这个开始立贞节牌坊、裹小脚，然后猎杀这种女婴，遗弃女婴，当街扒光小三，都是理所当然。昨天我看到推特上有一个视频，那小三已经怀孕了，不管小三，她是女人，她是个孕妇，是吧？被毒打，肚子被踹，这就是直男人干的事情，当街扒光。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如果你说智障人是人，我觉得你这是在侮辱动物。在圣人的这种话语权下，所有中国的女性，她跟自由、跟权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还是。第九，政治正确的缔造者，孔丘就是那位古代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心的粉红的祖师爷。这位不顾自己身份低卑的京兆者，向周王室和诸侯们
推销自己的志士蓝图，12个字的钢厂人，而且他还提倡一个东西，就是五常，五常为三纲服务的，为三纲遮掩的，叫仁义礼智信。有的朋友说得很漂亮，然后又讲到那个孟轲、梁惠王上，那个什么叫民为贵，社稷次子，君为轻，说的听得跟真的一样，你听他说了，你就以为真的了。儒家的特征你知道叫什么？谎言说尽。毛泽东学得好，毛泽东也是5个字，跟孔丘的五常有点像。现在各界政府、各地政府门口都有5个字，你看到了？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个仁义礼智信就等于大外宣中的为人民服务，你懂了吧？你别说你是弱智，口炮党忽悠你了，这叫谎言重复1亿遍就是真理，你居然也相信？相信孔丘还真的提倡仁义礼智信，孔丘的伦理就是，他要道德说教别人，哎，你们要做君子啊，你们要仁义礼智信，他从来中国文化从来没有一个自省的意识，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就是罪人，总是强调别人错了，其实支那人最应该承认错误的是你自己，认罪悔改。这就是卢棍党的一种。政治正确就是仁义礼智信，因为他有仁义礼智信，所以儒家是好东西。就是现在这个，民运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在一点上是共识，高度共识，就是儒家都是好东西。所以我肯定保证的跟你讲，共产党有没有都没关系，新儒家肯定崛起。因此，我这个系列是批新儒家的。好，下一个，宗法专制的缔造者。残酷的宗法专制是其他人类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其内核是利用男女父子的生理关系、代际继承关系的不平等延续到家庭和社会管理层面上。在孔丘的视野中，有鸟即真理，鸟大即真理，鸟就是男性生殖器啊，说的太难听。从此，华夏文化沦为一个不断下行的整理空间。祖先崇拜、生殖崇拜，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犯上作乱，不孝不忠，不什么叫那个不忠不义是吧？忠孝节义，这些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抹杀个人权利、抹杀公平、抹杀自由的杀人灭口的利器。因为你在他这套伦理逻辑下，你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个体自由的，你能理解了吧？好，第11点，等级社会的缔造者。周礼虽然源于西周早期的周公的分封制，但是智商短路的孔丘却认为周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良药。他认为现在春秋不好，你们诸侯对王室不尊，而且还互相攻伐，所以我们要回到西周的封建制。他讲的多弱智啊！这个我在那个，潘禄谈孔丘的八集中讲过。他想用社会法去战胜自然法。我把原因找到了，你听是不是？因为代际继承之后，他始终的亲缘关系会衰减，几代传下来，见面谁跟谁呀、啊？是吧？本来是亲兄弟，然后变成堂兄弟了，对吧？所以当时他看到那个季孙氏在用八佾跳舞的时候啊，他蹦起来了，对吧？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大逆不道，对吧？他言下之意就大逆不道，这是他跪最关键的东西。所以他的方案是提倡权力崇拜，层层跪舔，要一级一级的怎么样？跪舔，所以大家觉得哪个喜欢孔丘的东西啊？共产党当然喜欢了，对吧？皇帝当然喜欢了。凡是皇帝喜欢，共产党喜欢，你能喜欢吗？你姓赵吗？你也配姓赵吗？对吧？你是茅山吗？就是。所以这个东西经过大一统强化之后，它就变成了控制个体和社会进步的伦理的手铐。它是一个怎么样？铁链，他把这个社会转型的潜力给拴住了。我讲的非常到位，你听清楚。
他把社会转型的潜力给抹杀了。第十二，与商鞅联手，共同缔造惨无人道的王朝循环。光是有孔丘这个，他是没有任何的结果的。其实孔丘要感谢商鞅，如果没有商鞅变法促成秦统一，孔丘永远成不了华夏的神族。这个我讲过了啊，华夏这个社会只有一家赢家，那个90%、90%的灭绝，只有一家没有灭绝。从鲁昭公一直封到马英九，封到习近平，谁啊？孔家，人家代代是公爵啊，人没输过啊，听得你毛骨悚然啊！你们翻翻家谱，哪家没有饥荒死过人啊？孔家没有。不管哪个朝代，孔家都是世袭公爵。你看出味道来了？华夏应该改名字叫什么？孔朝。孔神的迷宫。孔丘提出这个伦理结构之后200年，商鞅促进了华夏的一统，秦统一了六国。从此，权力崇拜、阶层固化、思想阉割、文字狱、杀戮、灭九族，成为王朝周期崩溃的一个特征。这种循环类似于地狱循环，我不想重复，因为我本周我刚做过的直播就谈了华夏的人口灭绝，你去听一听，非常沉重的话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这个进行过总结，他谈到了大一统。大一统不是产生于文明之前，而是产生于文明解体之后，就是华夏的轴心时代解体之后产生大一统。大一统不是一个历史的正常现象，但是华夏维护大一统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一家通吃，孔家通吃，你姓啥都不行，姓嬴不行，姓刘不行，姓李也不行，姓赵也不行，姓习更不行。只有姓孔才行，那要看你的老二够不够大。孔老二的至尊阳具，修了100多米高啊，在曲阜去看看。好，第13点，文字狱的始作俑者，自孔丘2500年，华夏文字狱绵绵不断，无数思想精英被专制政权猎杀。有的是灭九族啊，孔丘作为文字狱的祖师爷功不可没。他上任鲁国大司寇之后，用言论治罪杀了嫂子毛。100多年之后，商鞅又用家族连坐制、行伍连坐制为孔丘的文字狱加上一把血淋淋的铡刀，从此华夏沦为一个阴森恐怖的阿鼻地狱。请你记住，两个人，孔丘和商鞅。一个用伦理来封住你的思想，还有一个就直接杀你。凡是看过我节目的人，如果你认为华夏是天堂的话，我觉得你智商有问题，它就是地狱。天朝是它字面的反面，地狱。14，非白即黑的中间思维，孔丘及儒生提倡的君子和小人。忠诚和奸臣、效忠和忤逆的这种两分法非常的粗暴，他把复杂的人类社会啊分成了非黑白即黑的这个婊子牌坊，用婊子牌坊来进行区分，还要用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叫洗脑概念去来给他的三纲护驾。由此构建的伦理社会，用君主专制和宗法专制捆绑了所有人的自由。这个自由包括君主，包括每朝的太祖。我讲过了啊，君主虽然你是皇帝，但是你有太上皇，有先帝，先帝辈分比你高，次序比你高。我们一直上溯到太祖，太祖也不行，为什么？太祖是前朝的臣，太祖谋反了，怎么样都要儒家来洗涤。明白了吧？所以，在这套非白即黑的中间思维的影响下，所有人他都变成集体无意识、习惯性虚伪的这个天朝巨婴，他还具备那种狩猎的狂，还有狩猎幻想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我讲的太多了啊。这种罪恶在哪里？就他用道统代替了那种司法，他把孔丘的讲的这些屁话当成圣经真理来管理社会，你这个社会能不进地狱吗？所有的文明国家的宪法，它是来自耶和华的律法，来自于天上的神定秩序。你这个是孔丘放的屁，你把它吵了几千年。所以我有一个论断，孔丘的像不推掉，儒家的东西不从中小学教材推出去，华夏永远是食人族的社会。这套东西让华夏人成为孔丘话语体系下的习惯性虚伪的人格障碍、精神病社会、精神病后症候群。最后一个15个，集体无意识的缔造者，在孔丘和卢生的档案中，从来没有关于所谓真理的讨论，如何定义正义、公平、自由？他们用简单的线性思维，将政治正确、跪舔权力、宗法伦理上升到绝对真理的高度。那么，这种弱智的意识形态必将将整个社会带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把男人阉割成太监，把女人搞成残废，这就是孔丘带给华夏的一个结果。好的，这一集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收看。还叫呢。天啊，你真美！